都要开播，对不对？明天就说好了，9:45来啊！ Okay, okay. 如果明天抽到的谁9:45迟到了，谁就再也不要来了，好吧？遵守一下纪律啊！ Okay. 从明天开始，今天就算了。明天约个时间啊，不要让观众也等太久了。来，我来。哎，好的，准备。他车主什么都没换，来吧，开始吧，第一把啊，准备开始了啊。嗯，你们今天完了啊，怎么说 ？OK， 你们今天完了。好。来，开始啦。今天我继续拿个冠军，你继续拿个冠军，你哪一天拿过啊？啊，昨天不是冠军吗？拿过了，哦，昨天对，昨天的玩的都不是一个东西啊！哎，干嘛？别呀，我没卡气啊！完了完了，小猴，快点，你让我一下，还有机会追，你让我一下，还有机会追啊！懵了一下，还有个人在后面，那不是跟你一样没按到吗？我怎么没按到啊？我是没把手，我没用手啊！我操！刚打完蜘蛛赛，想过去吗？不是阿森，你干嘛了呀？还是不是好兄弟了呀？不是，我那什么？你说什么？等一下，没有。哎，小哥，你要不行，你就给我让个位，好吧？这么慢，步步进阶啊，这么说。哎呦，你要不行，你就给我让个位，可以给个。把第二名给我，哎呀，真的是我服了，现在还没到第二名，不公平，重赛，我和小马没点到起步，卡死你，哎呀，哦，这把白跑了，完了，白跑了，白跑了，重赛，哎，我怎么第二名了？有人演戏啊？没有人演戏，演什么戏啊？我卡了，不可能。扁了第二的扁平，你懂的啊，针对西哥，好吧。长城，干嘛呀？哎呀，刚开始你就这么说话是什么意思，霍金？没必要啊。长城有优势就针对谁呀、啊？很明显的东西啊，是吧？谁让你有优势啊？反正就不要选奥利娜的图就行了，对吧？长城，来。红叶啊！别红叶，长城，狗都不玩红叶，真的是。红，长城啊！我选图，我说了算，长城。红。你长城，你能不能跑过我吗？长城，你长城，你跑过我？长城能拿第一吗？长城，你只要跑得过我，我今天晚上所有选图权全部都让给你。我现在说话算数，直播间现在我只要跑你4275个兄弟们看着的啊。直接撞小马好吧？我直接跑你前面，你选图权都归我。这把你要是比我，这把你要是比我快，我今天晚上剩余的所有选图权都给你，好吧？直播间4328个兄弟在看着啊。好。我这样好不好？开奥利娜拿第一了，哎，说不定还真可以。你带冲刺的话，后面快。那我比长城啊，我让你输的体无，真的。我靠！哎，我怎么扛把卡把飘一把子了？你自己连死了，你都是 bug。你说你要干嘛，小马？哎呀！打不过小猴，我操！
差点没了，全部选图学都归你了，别杀我，哎呀李雪，李雪，啊，我今天晚上所有选图权，你不要在这里跟我叫，我告诉你，我今天晚上所有选图权都给你，你要是拿不了第一的话啊，你可以该好好反省你自己了。你有场上三分之一的选图权啊？你跟，我说到做到，我今天晚上所有选图权我都给你啊！我这个人说到做到，我说话算话。从下一把开始，我拿一把第二，你选一张图啊。今天晚上兄弟们直播间所有，现在直播间啊4812个人，4812个兄弟们啊，听好了，然后还得告知一下还没有来直播间的兄弟们，我想一下有什么图啊。奥利给的图你想什么想啊，肯定你的梦好理解的呀，反十一他们出去，你打得过四个吗？啊，那你选那个反亚呀，反亚也打不过，我说实话，奥利给现在没有一张图，你不要干扰我，选图全在我手上。奥利给现在是一张图都不好选了，我说实话，全部都是哈雷特的图。十一是最好的选择，来，那就反十一啊，那就反十一。我都说了，你现在不打反十一，那不打反十一，等一下还要打不过，我说实话，真的。对呀，等一下更打不过我们。不打反十一还要打不过，你现在把反十一给打出来，等一下说不定对不对？那我们。还难打一点，等一下你再跳一个车，再跳一个车到什么车了？到序列未来了，到全服最强的 A 车了。嗯，我在。啊？反四个人打两个，那太简单了。哈哈，四打二。你们完了。好，不用想了吧，咱们是还是挺团结的，不会让别人升这么快。哇操，这什么云对抗啊，他妈飞上来一个人，无语了，我真的服了，我也被卡了呀，有什么办法呀，我真的服了，两个哈雷特在那里带，鸡，我们两个哈雷特，我们两个奥利给真的被他们搞死了，他们只出动两个人搞我们，真的好，这两个人就挺好的，哎呀。没想到啊，刚开始就有连带了。我能追哎，好快啊，控不住了，难道是黑的不好用吗？啊，这小哥啊，哎呀，我真不想要第一啊，我真的花了，把他抄了，他没了，把他抄了。我不想要第一，真的，我真不要。又完了，把他抄了，你在干什么？我没了，我废了，我真的废了，我要卡你了啊！我靠，你把我，我真的废了。小马，干个卷土圈，小马。妈的，追不上！来，阿森。怎么说，你还有一个月，你就是要睡在我旁边的人了，我建议你帮我选一张图来拉近一下我们之间的关系，你觉得呢？这个什么图呢？选一个我们都很强的，好吧，选一个我们都很强的，比如说反向亚特兰蒂斯，我看到了你的强度对吧，非常高啊，那反向亚特兰蒂斯，反向亚特兰蒂斯你很强、啊、反向亚特兰蒂斯 你确实是挺强的啊，有一说一啊，你反向亚特兰蒂斯你难道不强吗？对不对？来吧，红叶啊，想什么呢？黄河，好，好，好，非常好，黄河也很够用啊，可以可以，黄河我也很强啊，我也是58的人啊，咱俩两个58对吧，不慌，妈这些奥利给一个两个都得给我坐牢，我说实话，你真的是脑子没有坑的，你应该选黄河的吗？你应该选一号公路、这三个奥利给啊，这三个奥利给，你们升级升得快是吧？你们等着坐牢吧，我告诉你啊，等着给我坐牢吧，赶紧给我坐牢。而且你一定打得过我们，我们的攻击同时出的呀。真的完了。给我们选图。好，这把过后至少又升一级。非常好，
兄弟们啊，今天晚上啊，你家记忆飞一点，我也觉得，哎呀，那就用黑的嘛。你这种笑，绿的不是更屌吗？用黑的比较屌啊。黑两枪，绿的。咱们不用打架好吗？咱们三个人都不容易好吧？团结，一定要团结。你们带的什么衣啊？我带的金色。怎么不开啊？我感觉怎么出门要到后面再开才算。我也是。你看我开了，我冲刺，我为了保护你也掉下去了。哈哈哈哈哈！哎，你好可爱，你好可爱。你怎么也叫嘴巴？哇靠！啊！三个哈雷的全掉了。不是，你们三个都掉了。不要让霍金再冲击了。我服了！我他妈没买到王哥吧？全掉了，我靠！你们给小红拿第一，我他妈给他拿第一，我还要给他选一张图。你他选图选在我手上，小红。升级啦！这还玩什么呀？升级了！而且他选序列的图啊！序列有什么图、啊？序列没哪有图啊？序列哪有图啊？啊？序列有图吗？序列已经打完了。没有手钢圆呐，手钢圆。手钢圆，手钢圆这些车一样能打，知道吗？我们没有猴子啊，我们没有猴子怎么打？哎，那你们就是不行，我告诉你啊，手钢圆都不会玩，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看我这把教你们玩啊，来，赶紧把图给选出来。是联赛图还是全图啊？联赛和排位，联赛和排位啊，不要忘记了，我们上次打这个，就是比如说什么星火车站也是可以选的啊，星星火车站、龙门也是可以选的啊，联赛加排位啊。好的，非常好，非常好，陆山公营非常棒。Very good， 非常非常不错啊，很好。你真完蛋了，很好很好。这图昨天我差点 A 车都拿第一。啊。今天晚上第一名拿1888加上1888加上1888除以二除以三乘以一啊，除以三，1888加1888。加上一个三分之一的1888啊，是多少我也算不出来啊，你们自己算。升级了，终于升级了，好，非常好，现在可以选择了奥利娜了，兄弟们啊！这么高，又不是原级。兄弟们啊，今天晚上的赛车升级路线啊，已经在屏幕的顶上了。具体的规则可以加一下左下角的直播通知群啊，兄弟们，左下角的一个直播通知群，写清楚了每天晚上的详细规则啊，以及的开播时间，以及各种直播的安排等等。如果你不想加的话，你也可以看一下屏幕顶上的一个简要的规则啊。
来选什么图？手钢圆。手钢圆是吧 ？OK， 非常好。手钢圆啊，奥利给也是可以开的，所以不要慌。原级的图奥利给都可以开啊。再跟你们解释一下今天晚上我们玩的什么规则啊。拿一把第一升级一次赛车啊，之前是每一个级别只有一辆赛车，今天晚上我们加了后面加了一个括号，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拿了三把的第一，我升级成冰魄以后，我可以也选择使用裁决者，比如说万一别人选北海渔场，我可能就会把裁决者给拿出来啊，就是这个意思。兄弟们啊，有两个选择啊，然后我的大就占了你的玩意，序列没有用了，真的没开玩笑，序列没真正的实力强就没用了。这里是冬奥史上第一座工业风雨现代运动风融合的竞赛场地。我直接把他们两个前面弹起来。好吧，你们回头看一眼谁在你们后面。你们回头看一眼谁在你们后面。哦，他们怎么这么快啊？好，各位观众，他怎么这么快啊？大家好，欢迎来到冬奥会比赛的现场。你会不会玩个小马？你乱开个一干什么？遵守交通规则的，好吧？那绝对这是实际通缉吗？我靠！你干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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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亏了！这妈真亏了！帮还帮不上空中开一，亏了呀！百分百难受，这只能我们出场。哎呀，亏了，兄弟们，亏了，亏了，亏了！第二连败，第三手忙脚乱，第四直接怀疑人生，直接死掉。明天直接上分享。连吃三个，如鱼得水，一波内完直接超，他看好。我当时应该用这个跑法，我当时应该这个跑法，我用这个跑法我就可以延上。哎，我刚刚跑法错了，跑法错了，要不然我这把可以超的，兄弟们，我这把可以超的。我应该用这个去，我应该去用这个跑法的，兄弟们，跑法用错了，难受了，亏了，亏了。第一圈那个氮气放少。我靠，被序列医生又偷鸡了，我真的服了他无脑小彪。太难受了。妈的，怎么还有人在刷降级的呀？妈降个锤子，他妈谁说最后一名降级了，重新看看规则再来发评论啊。好吧，下一把第二名选图啊，选图。我是冰魄和裁决啊。冰魄裁决随便你啊，二选一啊，二选一。二选一啊，你也可以中途换，比如说哪一把选了北海渔场，你可以把裁决者也拿出来啊，然后又选了一首赤橙红叶，你又可以把冰魄拿出来，懂我意思了吧各位。选图。好，赶紧选图啊！今天晚上选图没有昨天那么讲究了，可以随便选。我看一下，直接把强势图拿出来，霍比特之旅不就得了吗？干什么呀？你要升上来现在？对呀、啊，霍比特之旅啊，霍比特之旅怎么说？霍比特，我也觉得，哎，那就霍比特。霍比特，霍比特，那霍比特奥利给这么、哎、那也不行啊，感觉给这两个哈雷特机会了，怎么办呢？没有没有，没关系的。没有机会呀、啊，没有机会呀、啊，真的。那这样吧，这样吧，这样吧，来，我给这样，我给你个建议，苏格兰场怎么说？苏格兰场都差不多。哎呀，那苏格兰场你也三十七对不对？对不对？他在梦里三十七啊，苏格兰场你也三十七，你怕什么？我给你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嘛，你就苏格兰场嘛，对不对吧？诱惑你啊！对，我也觉得在诱惑我，那就来个什么呢？来个小吗？莫高窟，莫高窟，来莫高窟，莫高窟，哎，可以可以，莫高窟也可以，哎，我喜欢莫高窟，我喜欢啊，非常好非常好，啊，可以可以可以，我觉得这个可以啊，来开始吧。这两个哈雷特肯定是带，肯定是带机甲衣啊，带的机甲。第二名的机甲，他故意有我冰魄换，点要有有数据。我跟你说，这两个哈雷特啊，肯定一开始嘛撞的要死，你知道吧？肯定在前面卡死。我跟你说，这两个哈雷特我第二，我哪些选择不是最快的呀？不要慌，兄弟们啊，这一把我们认真跑，这一把我们认真跑，这一把他们一点机会都没有。他至少前两个哈雷特是不可能拿第一的。我的王者就不值得我，让我来。
干什么？我靠，不好！高级！哇，你这！哎太离谱了，真的！小哥，哥，小哥，小哥，不要！我操！没事，我慢慢推进。我这么高级，你上车打你哥是吧？行行行，蛮好。这板子不听话的，装，人家装，我操，我来了，干嘛干嘛？你要想啊，你拿第二名就比较赚，你知道吧？因为你可以选图，我拿第二名小红选图啊，没有用的小马，对不对？诱惑我了，你在干扰我，真的，我跟你说拿第二名比较赚。他想渡劫过来跟我用一样的车，哇，这个太可恶了。没有用，哎呀，这我拿第二名小红可以选出啊！我靠！我跟你说他妈的，哎呀，早知，不行不行，我拿第三小红也选出。你们后面三个人怎么这么不争气啊？这是太牛了！这叫操叫！那你这还叫拿黄金？那你未完成搞给你搞的，我真的是人麻了，后面三个废物这么不得劲。为什么我拿第二小红选图？因为我刚刚装了个逼没装成功。我说他长城在我前面，我今天晚上所有的选图权全部都归他。结果他妈长城我一开始，妈平板卡了，卡 BUG 了，兄弟们，不要慌，他们两个冰魄啊，不对，小红冰魄啊，那个鸡哥是序列啊，鸡哥是序列，小红是冰魄。那这样的话，小红选图的话，肯定会选庆元孙的，肯定是选庆元孙的，他100%选庆元孙啊。他不可能选别的，青元村我等什么？我就等着你拿第二，好吧？然后我拿第一，你再给我选个图。我跟你说啊，你今天晚上你这个样子，你要都是你这个1888，我建议你啊，好好想想一下怎么分配啊。等一下啊，他拿不了，我拿不了。你要是拿不了，我真的是啊，那我真的是 我就是服了，我人彻底麻了。你这个1888要是还拿不到手的话。哇，你知不知道为什么啊？我愿意这么无私的奉献跟你做一个赌注啊，而且还不求回报，就是因为我看你这几天太菜了啊，我想给你一点机会， okay. 知道吧？啊，你是这样回报的呀？我又没搞你。再说了，我先杀出来给你吃后追，对不对？是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对不对？你看。你现在不仅不懂得感恩，你还要在这里批判我。我告诉你啊，你真的没有良心啊！没事，杀他，必须干掉他！我零一了！我靠，这好难玩！我靠，你选这图不是给阿珍选了吗？阿珍这图很快的呀，是不是？哎，阿三，梦中啊！哇，他直线比我快呀、啊！你最后一个弯为什么出这么慢？冰魄直线比你快，最后一个弯没过。我最后拖了，我最后拖了。是啊，那担心你怎么又让他升级啦？升级他不会捡漏吧？他不会捡漏，他多少了？他拿什么？他拿流火和炸药双生了，是吧？你是导演是吧？兄弟们，他拿流火和战药双生了啊！他拿流火和战药双生了，不要慌啊！他拿这种车是跑不赢我们机甲的，不要急，兄弟们，
他拿这种车是不可能跑得赢我们机甲的，兄弟们，我话先放在这里了。他拿这个车要跑赢我们机甲，我今天晚上，啊，霍金上次说是我拿冰魄拿了第一，他把他家里面的人一个月的屎都吃光。我今天晚上我也跟他一样，但是我吃两个月，好吧。他要是拿流火能跑得赢我们机甲，能拿下第一名的话，我直接把我们家里面两个月的屎都吃光。那你，我怎么了？这次打不过他的，我这图不会。我屌！啊，不对，我应该是所有图都不会。拿个流火还想玩这种图，什么意思啊？小马，拿个第二，求你了。操你们连流火都打不过！不要刹车！我靠，你们这是眼前的这么慢？我发现了，绝对是悠悠。我靠！呜，这车好难跑。喂！烦死了！哇，我本来有机会的。你别撞了。啊、嗯，我就能有实力再拿一次。今天怎么拿？我今天怎么拿？跟我合作，小马。我跟你合怎么做？啊、嗯，我们已经我们两个之间，要是我不行，已经再无调和的可能。我让你撑上来，对不对？我们两个之间的矛盾已经无法调和，你还指望我跟你合作？什么矛盾、啊？不好意思、啊，你还得帮我选图。不好意思，我能有实力拿下前两天的1888，我今天第三天我就有实力拿下第三个1888。而且还给我选了一首反向亚特兰蒂斯，非常好，阿森啊，不愧是一个月以后就要睡在我旁边的人啊，非常不错。我选的，我第二。哦，你选的呀？哎，没暴露啦！没，那你就不一样了，对吧？你已经跟我睡过一次了，对吧？那这种东西，对吧？那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对不对？这种东西就是理所应当的，是不是？我怎么？喂，你别说话，没，对吧？嗯。跟你没关系啊，刚才只要说跟我睡一个床，跟你没关系啊，跟你没关系。会玩啊？行，干嘛，兄弟们？我说的有错吗？我说的有错吗？这把咱们很大优势啊，两个 A 车不用了。鸡哥冰魄啊，鸡哥。你好。又是玩家。给我玩一下流火。就玩一下冰魄，我也要玩流火，给我玩一下。小马，我的妈呀！妈的，前面有人连带我。啊！我是真。好的，这把第一我有了啊！不要问我为什么这么肯定。阿森，我是不会抄你的。加油啊！阿森，我不会抄你的啊！你相信我，我不会抄你的。哎，你干嘛？你还想放慢挡我？哎，我也放慢，干嘛？你再放。我是不是跟你们有仇啊？你继续放。我这个车很慢的。跑了40秒，三个不同的人连带我一下。我这个车好慢。但是你怎么4秒？我能在这里超你，我为什么要在刚刚那个地方超你，对不对？啊？阿森，你想干嘛？阿森干他，阿森！你想干嘛？干他，阿森！我建议你过来的时候啊，咱们两个还是深入交流一下，免得到时候表面上的矛盾太大了，对不对？啊，咱们这个奥利给就是有玩法的，知道吧？一开始就跟着哈雷特，嫖哈雷特的后追啊，我就是喜欢嫖后追，非常好，嫖到嫖完后追了，好了，兄弟们啊，就可以开始施展自己的神威了。
完了，小哥你又要完了，你还是一样。至少我现在也是晋级到序列的人了，兄弟们。序列未来是我们最喜欢的一辆赛车啊，同时也是这个游戏里面最强的一辆 A 车。只要我拿出来的序列未来啊，没有人、哎，没有人将会是我的对手。自选吧。好吧，兄弟们啊，没有人将会是我的对手。只要我开上了序列未来，啊、兄弟们，这个游戏就不一样了。啊！只要我开上了，你就是他的人了，你别装了。什么他的人啊？我真的服了，你真的。兄弟们，就算他不操你，大家不要见怪，大家不要见怪，兄弟们，这个是基本操作啊。好，不行，我要升级成序列位。我实在想不起来这个车还能有。来个北海啊，这。尊贵的。来个什么？大家看一下，自己做个表好吧，看图的表。北海，听我。然后你哦，我有表，我忘了，我有表。那你打开表一看不就知道要选什么？等待一下他选择吧。OK， 等待一下他选择。叫什么来着？那个军港，雷霆军港。OK， 没有军港吧？没有军港吗？有啊，军港排位啊，有。行，雷霆排位图啊。刚刚又说联赛，又说。哦，行吧。嗯，不要急啊，雷霆军港。也就小小的雷霆军港而已，至于这么急吗？主要是他们有阿雷克，很难受打的，很难受，很难受。我升级不了呀，我也很难受啊，我。你们完了。阿森什么时候来桂林啊？阿森他打完这个公开赛，他就飞到我这边来嘛，他应该是奔着我的卧室来的，兄弟们。他来这边，他其实不为什么，不为了什么，其实就为了一个目的啊。我还记得我存了的。哦吼，完了呀！完了！哎呀，矮足！你在第六名怎么矮足？看来我要看看五的四到五点是一把难缠的，我的王真完，我操！我怎么飙不起来、啊？怎么又下来了？我这个车飙不起来，我操！哎，奥利，你怎么这么拉啊？好厉害！哎，就是这么的完美。完了，奥利给！哇、哦！哎呦！这老马想追我。小子，你不会被完成吧？不知道啊，我不会啊。哇、哦，怎么掉进来了？老马！啊！哇，又是你，演员了！我升级了！你老了呀？哈雷特，啊？给了多少好处？你到底要干什么？没有，我向你们证明一下，我最后是我就搞不懂为什么不选一号啊！我最后是通过序列未来啊，非常非常快的速度直线刷他的，对不对？啊，这就是序列未来，知道吗？所有的 A 车都没有办法碰瓷的存在，你们应该向我低头。选吧，继续选。阿森继续选图吧，看看哈雷特还有什么图、啊。爆了！一号你都不选吗？一号这么好的优势图，别一号他们开冰魄了。怎么说？我不提醒都不行了，动不了了。哎呀，要是有幻海遗迹就好了，是吧，阿森？可惜幻海遗迹排位都排不到，那就开冰魄了。不是，有冰魄，我操！不了，得了。稍等一下，等一下他选图啊。有个冰魄，冰魄有什么用啊？神都千古横照是吧 ？OK， 没问题，神都千古横照啊。来，神都千古横照。我觉得这张图啊，是一个非常明智的选择。给你点个赞先啊！至于你拿第几名再说。你就选一个老马能追的。完了。哎哎，退一下！我没换车，不好意思。一是吧？没，我没换车，没换车。我他妈人傻了，我没换车，我开冰魄了。没换冰魄。我开冰魄了，不好意思，各位啊。不好意思，冰魄那没用了，他妈脑子抽了。要开冰魄没用的。
脑子抽了，脑子抽了，各位，不好意思啊，没饭抽，来吧，开始吧，开始吧。我的啊！哎呀，脑子有点短路了嘛，兄弟们！哎呀，那人总是有时候脑子会短路。他妈还有哈雷特了，我对不对？人总是有时候脑子会短路的，你不能怪我，啊、兄弟们。有个哈雷特，那我脑子就长在这儿了，我有时候就短路了，就想不起来要换车了，那怎么办啊，兄弟？他非要把选图选，能不能给主播一点关怀，少一些谩骂？我也不懂他要想跑什么好车。我真不是眼子，阿森啊！你要知道啊，你让我拿了第二名，你就是让小红选图啊！你要知道啊，阿森，你让我拿了第二名，就是小红选啊！我今天晚上我的选图权，我今天晚上我的选图权全部给他了，全部送给他了。我看他前几天太菜了，知道吧？我就把我的选图权给送给他了，知道吧？你这是给小红，你这是帮小红。悲哀遗产，悲哀遗产。他已经是流火了，你还让他选图，对不对？你应该让我拿第一，然后你拿第二，再选一把图，然后你下一把你再拿一把第一，知道吧？这个才是最佳的一个战术。啊，来了！哎呀，真的是，谁退了？没啊，一场的机甲都没他一车快。我，这可不一定。我换车，我裁决啊！我换成裁决者，来。我感觉奥利给真不如流火这张图。对啊，奥利给很垃圾。不是，哎，你们几个冰魄，你们几个冰魄为什么不开裁决者啊？他除了机甲优势，没有冰魄，全都不带。不是，我在想北海渔场，你为什么不开裁决者？啊，冰魄比裁决快呀、啊！冰魄比裁决快，但是冰魄有裁决者这么稳定吗？这张图还真有，真有是吧？来，给我表演一下。没有，我开的是灵火，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不是吧，我屏保没你快呀、啊！我靠，他们针对我流火！哇靠！哎呀！哇，好垃圾呀、啊！这个机甲，我的妈呀！好垃圾呀、啊！给 A 兄，你怎么直线这么慢？很慢的呀，真的很慢，我没骗你，我的根本速度没有 A 车快，你倒顶着我屁股走，直接把我干直线了，我都懵了。全贴起来！哇！让你出去了，裁决者！所有人都给我站起来！你也流火了是吧？我
想一下。裁决者1分43秒05啊，稍微慢了一点点，如果能跑到42的话将会是完美，直接升级了。我现在是流火或者战药双生啊，兄弟们，我们优先选择流火啊，战药双生也有强的图，兄弟们，不是所有图都可以都用流火是更好的。比如说我举个例子，超前基地的话啊，我们就会使用战药双生啊。特洛伊是吧？ OK，你能不能换个皮子？我不能换个皮子，我就要换这个，我就要这个。啊？谁叫我？微信看微信，阿森。来，开始吧。啊、今天晚上啊，我必将 OK 一发冲天。Okay, okay. 刚刚有多少人黑我？ Okay, 不对呀，你现在就好好的给我站起来，我就忘掉刚刚的你们的言论。他忘了。行。OK。来吧，兄弟们啊，这一把我摊牌了，这个图我30。流火也可以跑到1分30的一个计时啊，这张图不虚机甲，更何况这几个机甲是阉割版。但是我昨天1-2是什么意思？他的副本。哇！哇哇哇！按坐垫了，完了。喂！哎呦，不对呀、啊，我怎么一直撞猪啊？那才最屌啊，车！我以为我摁坐垫，我才发现。我操！撞这个脚啊！哎，啊、你干嘛？完了，哎，完了完了完了！我为什么ECU没有按刀啊？哎，这把厉害了！本来我有机会的，我的哪个流火？我这五六啊！套有问题，我这个套导致我点标一键它自动分开，搞得我这个转起来或者啥的出问题。哎呀，兄弟们，这把好可惜啊！前面奥利给好慢的。为什么两个流火跑最后啊？我怎么知道啊？你现在这个时候来问我，好像你很强一样啊！咱俩半斤八两啊，你就不要嘲笑我了啊！行，这一把放了，这一把放了。完了！不要慌，兄弟们啊，小小的失利而已，真正的强者是不会在乎这种小小的失利的啊！看好下一把的发挥。下一把看他选什么图啊？下一把看他选什么图啊？下一把是鸡哥选图啊？下把鸡哥选图，他使用的赛车现在是冰魄啊，那他应该会选择一手什么图？什么图？鸡哥？秋名山？来一个什么秋名山什么的这种图啊？可能就会比较吃香一点。但是秋名山的话，来呀！秋名山的话，流火也还可以，兄弟们。别叫了，嗯，随便跑就够了，秋名山。秋名山就是给你选的。给我就我流火，你给我你刚练了呀？你跑32了，刚练完。快点，不要你还能有什么图？你说冰魄的图，还是什么？没图了。别急。冰魄还有图吗？没图了呀。来个美洲的。美洲大峡谷是吧？哇，好 ，nice。太要严峻了。好，非常棒！美洲大峡谷这种图我是最喜欢的呢。小马高潮了。啊！别！这超管要是在我直播间啊，我直播间马上就黑了啊！兄弟们，直播间没有黑屏吧？兄弟们，没有黑屏的把没有黑屏打在公屏上。直播间没有黑屏的兄弟们把没有黑屏打在公屏上啊！让我吃一颗定心丸啊！因为这种话不应该出现在直播间啊，不应该出现在直播间。高了。好，兄弟们，我们先把这把发挥好了再说啊。我他妈，你直播间真黑了。流火的起步，操！不是小哥，你不卖。我操！什
摩亚，你在特效团，我撸起来。啊？真的假的？那我等一下一直用这个皮肤了。哎、你这个皮肤有死化。一路拖着那个尾挂飞来飞去的，皮肤又没他们快。哎呀，哎呀，好好好好好，跌打！哎呀，这冰波！天哪，小哥，你为什么不带起步机呀、啊？我靠，这火车，我离开火机啦！我看输了。好！好，兄弟们，兄弟们，全体再次起立！我现在后起之秀，我追到了全部人的第一名啊！我现在已经晋升到了下一辆战术那个严军或者时序使者啊！现在我又是场上的第一名啊！现在我又是场上的第一名，非常棒！这就严军来，兄弟们，只剩我在坐牢了。下一把看看他们选什么图啊！反正我的赛车已经脱离了坐牢的这个区间了啊！其实最坐牢的就是刘虎和战霜啊，就是刘虎和战霜，因为刘虎和战霜这个车啊，他们两个车没有绝对的一个统治力，知道吧？到了严军啊这种乱七八糟的这种车以后，来，你们先选一张图，先选一张图，选吧。你先选一张图。你们什么车啊？你们什么车啊？我时序使者。还用想吗？就你一个起步一号啊？你别想我们什么车，就是云梦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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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时序啊！云梦泽，云梦泽，云梦泽。哎，你这么一说的话，那我感觉我今天晚上的幺八八八，我是真的看不懂。谁第一选图？你在干嘛呀？啊！好，可以可以，什么意思啊？可以，小哥什么意思啊？可以，非常棒，非常棒，确定了吧？开吧，确定我就开始了啊！确定我就开始了，兄弟们啊，没办法啊。不是这帮人说什么？说什么要开门啊？哎，兄弟们，没有黑屏吧？啊？没有黑啊！我靠！你哪个雷特？没有黑啊！没有黑，妈别骗我啊！他说地板是最快的吧？正方工具，小哥。Very good, very very good。嗯，好了，小红到你了啊，到你选图。我这啊，你今晚上你要开一晚上奥利曼。到小红选图了，兄弟们，到小红选图。我能怎么办啊？我这种图我有用吗？你告诉我。谢谢小哥，谢谢小哥。你给我让一下，你先让我开。谢谢小哥。感谢小哥。我想的吗？我也不想啊。感谢一只小花菜送出的1234566张办卡，感谢尖叫吧送出的啊。尖叫把638啊送出的一张办卡，感谢各位啊，谢谢直播间的兄弟们送出的办卡啊。这期速度又不够他们快，什么都没。来选图，来选图。星梦游乐园，星梦游乐园是吧 ？OK， 星梦游乐园非常棒。哇，我换车了，雷诺怎么跑啊？啊，不对，这序列怎么？我换成竹星还是永夜君主？那还是竹星吧，兄弟们。你喊什么呀？那还是竹星。我先喊喊呀，我先喊一下，我把你的内心喊出来了，我真服了。别急，我车找不到了，我车找不到了，我逐星者不见了。永夜啊，要永夜。没，我去逐星啊，等一下，马上，来拉我。OK， 开始吧，开始 ，Go， 妈真找不到，车太多了啊，车太多也是一种烦恼，知道吧？车太多也是一种烦恼，兄弟们。感谢秃驴头秃送出的4张办卡，谢秃驴头秃，感谢17用妲己
妲己霸干斯沃送出的一张办卡，感谢感谢马总西工大的语文老师送出的一张办卡。我靠，你这个你这个语文老师没有一个字是对的。好的兄弟们啊，我们独行者，妈的独行者确实有点不得劲啊。没事，这张图我为什么不拿永夜君主？就因为这个地方，知道吧？你看，竹心有技能还可以延续，我这样我就比别人有优势，知道吧？给他们先在前面打，没关系的。好的，直接一手一星射过来，小鸭车暴力入弯过来，但是没有追上人啊，不要慌，我们还有一个 WCWW， 非常棒。哎呀兄弟们，我也没办法呀，我也没办法呀，这么快也没事，我靠，我也没办法呀，我不要进化了，哦，我也没办法呀，哎，小哥小哥怎么进化？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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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的服了。小哥小哥怎么开了多久啊？开了一个小时十分钟的哈雷特啊，开了一个小时的哈雷特了，小哥啊，小哥现在开了一个小时的哈雷特了，兄弟们。好的好的，手游 CK 呀。好，兄弟们，那我们现在依然在原地踏步，但是我现在已经是场上最强的一辆赛车了，强是有多种含义的，不。
我逐星者抛海滨之眼，我好歹可以最后延续上。如果我用永夜君主的话，我可能一点机会都没有了啊。下一把我说不定可以用永夜君主，我看他们选了一手什么图，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换车啊，我再考虑一下要不要换车啊。现在还有人开的奥利给，还有人开的哈雷特，你看又选了一手霍比特之旅，这张图又开不了永夜君主啊，逐星者比永夜君主这张图要厉害得多。好吧，那这一把的话我们拿一个这个瑞泽啊，不要拿起步虫，起步虫的话直接没了，兄弟们拿这个说不定还有机会啊。好，现在已经进入到了白热化阶段，我已经升级到了一二三倒数第三个车了啊！现在我已经升级到了倒数第三个车，距离今天的1888只有两步之遥，兄弟们只有两步之遥了啊！我再升一级的话就只有一步之遥了，今天晚上一定要抓住好这个机会，我们的三连1888啊！把我意识又搞歪了，好坏啊，他们来的 EQ， 我不知道奥利来开的这 EQ 又没主心快，这霍金这奥利给怕是要开到死了。我的天，哎呀又是你，前面被卡烂的也是你，后面卡我的也是你，我不玩了。哇，没事，好兄弟啊，我们两个一起走啊。我跟你说，我现在笑容只能通过 CK 带给我了。兄弟们，你们这些人也真的是，那有人这个比赛毕竟是有奖金的，所以有奖金的话大家都不会演戏啊，这个比赛是有奖金，而且一天1888的奖金，虽然兄弟们可能对于直播间人均一辆库里南的人来说确实不多啊，但是对于我们这种主播来说已经是一个非常高的一个奖金了。怎么了鸡哥，妈的，本来他妈别人心态就打崩了，你们还在那里他妈叫，在这里继续他妈骂别人，那别人你以为人人都是我啊？对这些弹幕看的都是淡如水啊、有些主播是比较在意直播间弹幕的，知道吧兄弟们，所以不要把我们直播间的氛围带到别的直播间去啊，不是所有直播间都是跟我一样的，知道吧，咱们对待直播的态度是有区别的，好好看比赛就行了啊，为每一位选手场上的六个人啊，当然你们非要不要为我加油的话，你们就为剩下五个人加油就行了，好吧兄弟们，可以了兄弟们，停止一下不该有的节奏，特别是不要去别的直播间带节奏，你在我直播间带节奏就算了，你不要去别的直播间带节奏啊。换车，我没换。这张图的话，我为什么不开永夜君主？因为中间图形有一个贵是什么意思？你们能不能第一时间把车打的停换？忘记了，这把有一个人没有换车，兄弟们，哎，他们没开麦吗？我也要换车啊，我也要换车，这把我开永夜君主啊，我刚刚说我不开永夜君主，我现在我改变我的主意了，你竟然也拿到了永夜君主，你就要跟我一起坐牢，知道吧，你知不知道我在逐星者，我陪你，你知不知道我在逐星者卡了有多久了，我跟你说你不要叫，这场苦你一定要跟我一起受啊！就凭我今天把所有的选图权全部都给你了，你这个牢就要陪我一起坐。那我怎么才选了两张图啊？你能不能给点力啊？求你了，马哥，求你了，马哥，加油，马哥，我给你卡气。哎呀！哎呀，这怎么回事，兄弟们？我感觉我这两个车都在坐牢啊！我马哥，你怎么追光了马哥？我也没有失误啊，兄弟们，我真的没有失误，我都是正常的对抗。我感觉我到了逐星者以后，我就停滞不前了。没事，我去给你跟个选图权。我们的选图权是共同的。一壶。我操！算了。哇！两个一人在过年啊，我觉得。我操！
哎，我怎么甩尾掉了？我不知道在哪里开呀。留着过年了，去下个弯。哦，他冲上来了。这次我一个人来。哎呀，真没了。兄弟们，我真没办法。晚了一过年，回家过年，下把直接四个亿，不开呀。哇，卷土！你填什么？来换物语，换物语。啊！哎呦，小哥进化了！跑！跑！小哥进化了！来吃！非常好，非常好！啊，对于我们来说，其实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呢？因为少了一辆哈雷特，知道吧？哈雷特这个东西真的是压迫感太足了。来吧，第二名选图啊！第二名是谁？刚刚第二名是谁？花物语啊！是我，是我。来选图吧，选图吧，上吧。你的钩，花物语。秋之物语是吧？那我的逐星者又要上场了。完了完了完了，没有逐星，我能不能开那个勋章那个免费车啊？就给你两个车选，就是为了避免你们这种他妈的车不全的，知道吧？我想开永耀纪元呐、啊。永耀纪元啊，你只要有，你可以拿出来开。永耀纪元应该比这个车厉害吧？这图。好。钱谁付，兄弟们？众筹的啊，众筹的啊，每个直播间啊，各位兄弟们啊，都有一份，感谢各位啊，为我们的节目付出了啊。哎呀，好难！你还瑞德、啊？我推我，哎！直接弹射，好、啊。不行，奥利拉开的也没开了。真的，我觉得我有机会追他的。啊！硬了，我输了。完了，我选图权还没拿到，笑笑好，笑。你为什么不能在我弱的时候你补上来？选图权，我和你的车是一样的。你拿一把第二名啊！你上来啊！后面不是你吗？你刚才不是你在后面吗？你怎么上不来？兄弟们，我在逐星者已经卡了不知道多少把了，我现在很难受，我现在真的很难受，逐星者已经卡了我很多把了，我不会今天晚上就要停在这了吧？希望剩下的人啊，都赶紧把自己的车给升上来，陪我们一起坐牢。这个牢大家要一起坐，对不对？那不能我们一个人坐牢啊，我们一个人坐牢，其他所有人都不坐牢，那是什么道理，对不对，兄弟们？汉图，雷选，选图的赶紧换啊！选图的赶紧换，选图果断一点。选图果断一点啊！今天又不是昨天晚上的。龙金湖啊，还用想？龙金湖，天鹅，天鹅宝是吧 ？OK， 感谢你的天鹅宝啊！ Okay, okay. 天鹅宝，我瞬间又觉得我自己行了。很快啊！嗯，非常好。很快。天鹅宝，兄弟们，天鹅宝，我瞬间又觉得我自己行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告诉你们，首先我给你们分析一下天鹅宝这张图，它吃什么属性啊？永夜这个车什么属性好，什么属性差，想必在座的各位如果是老玩家应该都非常清楚了啊。如果你是新的玩家，兄弟们，那听我来给你细细的去分析一下。永夜君主 4.12 的转向， 1.97 的漂移，310多的直线速度，兄弟们啊，这个是典型的一辆直线快直气好但是漂移比较差的车，就比较适合天鹅堡这种啊，动力也一般，但是对直线速度要求比较高的一个地方。我这个预感就是，你看我的永夜君主可以把他的流火，我告诉你，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可以把他的流火按在地上打，看好了，看，哎，你，
这车不行啊，兄弟们，这车不行。刚刚给你们分析了一下，我忘记说了一句啊，就漏了一句，知道吧？我刚才给你分析了一大堆，就漏了一句，知道吗？那一句我没说的话，就是这车不行，知道吧？知道吧，兄弟们啊，记住了啊，这车不行啊，以后大家都不要用它啊。我已经在很努力的后追了，但是还是没有追到啊，所以很简单的一个道理啊，就是这车不行，知道吧？兄弟们啊，再重新给你们分析一下永夜君主啊，永夜君主，这是一辆直线速度非常快的车，每使用一个小分会多3%的集气，所以小分多的时候啊，它的集气就会非常非常的好啊。但是这一辆车它的漂移属性比较差，知道我刚刚是为什么上墙吗？我刚刚其实不是故意上墙的啊，我要是如果是兰博基尼的漂移，我刚刚那个弯的漂移角度以及的起漂点以及我的刹车轨迹是可以完美的通过那个弯的，可惜他是永夜君主，他 1.97 的漂移没有办法胜任那个弯啊，所以刚刚我就上墙了，希望各位周知，好吧。那下一把的话是亚特兰蒂斯啊，那我就不能用那个永夜君主了，我要换回我的逐星者了啊，因为这张图的话是一张比较流氓的一张地图啊，我们就使用逐星者吧，逐星者会稍微好一点，来吧，逐星者会稍微的好一点啊。 OK OK， 这把的话除了一个奥利给，我看一下几个奥利给啊，小哥已经变成了，小哥已经变成了序列了啊，现在只剩霍金一个人还是奥利给了，兄弟们，今天晚上霍金贼惨啊，现在就进化了一次赛车，我们都到倒数第三个了，他还在第二个啊，今天晚上可以说1888和霍金无缘了，他都不说话了，刚开始玩怎么这么活泼，现在沉默了，什么意思啊？啊，瓦哥你开多久了这个车？我就知道，我操，这个低太，哇，他是来干活把我给干了，我完美插入，被你们强制拔出，那肯定得拔出来了，你没有插入许可证？有的，我有 ECU 啊。哦，阿森你个逼炮，好最后我操了个逼子，完美差，哇我、啊、我你是不是在演啊？我没有，他故意卡我的，你我不想跟他这，你喂，我操啊，你哎呦，真的，你这有时候你想到什么他非得拿，不会吧，哎行吧，我黑挂了，我黑挂了，哎呀，现在场上有一个奥利给一个序列，我跟你说这两个人，这两个人是阻碍我拿第一的最大的一个因素，知道吧，把把都要跟机甲打，烦得要死，卡机甲又卡不过，
然后跑又跑不过他，有可能他拿不了第一，但是他搞得你也拿不了第一，很烦。来兄弟们，我们尽量克服一下困难啊，尽量克服一下困难，不要慌。我已经在逐星者卡了不下，我已经在逐星者卡了不知道多少把了，兄弟们，逐星者卡了我不知道多少把了，我已经数不清了。我起码开了十把逐星者了，十把可能没有，也有八把逐星者。我在逐星者开了八把，这是一个我不敢相信的数字啊！我觉得我在卡在逐星者应该不会卡那么久。等一下还要等待的我是蔷薇啊，蔷薇是比逐星者要强的。蔷薇完了以后是双生战神加雷座，只要我随到腾空图我就开双生，随到平地图我就开雷座。不要慌，不要慌，开了八把的逐星啊，兄弟们。逐星者还是他们会坐牢的。这把我开永夜君主，为什么？因为逐星者在这张图他的动力有点太弱了啊，我们就开永夜君主。操你！兄弟们，我这个是真没办法，这对抗，我这把会认真的追的啊，每一把我都在拼命的赌地，但是，兄弟们，还。啊！还是那句老话，兄弟们，这车不行啊，这车不行，知道吧？你看上面一个开这个车的人，他也在倒数第二名，对不对？那就，我操妈，这冰魄你上去啊，要不然我这把他妈找不了借口了。坑都来了。哎！不行，要继续跑完啊！尊重比赛，这个比赛是有奖金的，不能随随便便像以前打三 D 一样啊，兄弟们。这是一个堂堂正正的比赛。妈呀！我说的，我不是故意的。这小哥，你跑快一点！你跑不过永夜君主，我没跑过你，那我怎么说？我怎么圆下去？在我直播间，我还怎么直播？我已经知道选什么图，你们绝对打不过。你这样我还怎么播下去？我在直播间还如何撑起这个场面？没事，兄弟们，没事啊，没事，没事啊，这歌不行啊，咱们换一首歌啊，咱们换一首歌，这歌太差了，兄弟们，这歌不行啊，咱们再换一首歌啊，再换一首歌肯定可以的，好吧，下一把开始放战歌了，这个歌太臭了啊，又难听，真的是又没有气势，搞得我上把一点都不打鸡血，啊，各位啊，兄弟们啊，咱们总是有理由的，兄弟们，那不可能随随便便就这么失误了，对不对？你们也想得到，对吧？啊，堂堂一个小马，怎么可能这么容易失误？不要急，这把的话，他用的是这个啊，我们先换逐星者，啊，把逐星者给换好，然后再把宠物给换好啊，然后我们准备好，现在已经有三个人啊使用跟我们一样的赛车了，没办法，我们坐牢实在坐太久了，我也不想这样啊，我也不想这样，来，兄弟们，从这一把开始放歌啊，这把开始放歌了，兄弟们。他没有主星啊，所以他用这个车来代替啊。
他怪啊！这歌也不行啊，放错歌了啊！这车也不行，这把歌和车都不行，兄弟们。这把歌也不行，车也不行啊，兄弟们。那么这把怎么赢嘛？真的是。小马，我选那个。哪个？那个哪个？龙金湖。龙金湖。那个。来，龙金湖。龙金湖。龙金湖。真的假的？让你们见识一下。哎呀，我这竹心容易吗？我开了10把竹心了，一把地都没有拿。我靠，我今天晚上要睡着了，要坐牢了。龙金湖，龙金湖。我靠，我开了10把的竹心了呀。雷永业开竹心啊，一样的。开始吧，开始吧 ，Go Go Go！ 霍金啊，你怎么还在奥利娜呀？霍金怎么还在机场？你看过有我这么倒霉的人吗？我也好倒霉啊！你还说？哎，谁？虎拳谁、哎那个、肯定是虎拳啊，就不要乱点了，那个没参与的就不要乱点。狗点的，狗点的。哦，陈真啊，原来是陈真点的，那没事了，错怪虎拳了，没参与进来的乱点。狗点的，什么陈真？谁呀、啊？我真的服了。还在带伤陷害你。来，谁进来了？哎呀！我操，这什么鬼声音啊！吓我一跳！哎呀！不是，学员在直播，就是那个外人点的。这是啊？你干什么？哇，这奥利给跑这么慢，还连带我！哎呀，我真的是服气了！气呀，我是真的气呀，气死！我放鸡哥 ，OK。我在跑车，我怎么放鸡哥啊？你拿脚点的。脚点的。妈了个蛋蛋的，吓我一跳，搞得我差点跳出去。这小红有跑法。啊！这小红有跑法！哎，我也看到了，我看到他刚刚人不见了，突然人就不见了。他复位，你看到了吗？复位跑法，你看到了吗？兄弟们，哎呦，看到了！这图还有什么复位？查监控，查监控，马上查监控！你们赶紧选图，我花一分钟的时间就查个监控啊！赶紧选图，小马选查监控啊！我们的车一样的，你选个图，小马。我们的车一样的是吧？你觉得呢？对呀，我们的选图全一样的，车也一样。干嘛呀？现在怎么说啊？你们查什么监控？广寒先进，挂监控了，挂！等一下。广寒接近，不要广寒，不要广寒，我没有竹心。你没有竹心是吧？那就更要广寒了。对呀、啊，我也觉得不行。好，那行，那你选一个，我答应你了。你今天晚上，我今天晚上图全部给你啊，我答应你的，你选一张，好吧？我答应你。什么呀？来，这样吧，老街工地。好，老街工地非常好，可以，我觉得不错，来吧。怎么样？你应该懂我意思、啊。我懂你意思，我懂你意思。我再拿一把第二，再帮你选一次图是吧？能不能确定一个？那么你拿什么第二？你有毒啊！怎么选个老街工地啊？来，老街工地只有霍金。我有毒啊！没有，我跟你说，老街工地是、啊、老街工地是对的，兄弟们啊，不要觉得老街工地有问题，老街工地是对的。老街工地一点问题没有啊！这里面、啊、问题老街工地，这里面我们三个永夜君主是里面最强的。霍金这张图啊，开奥利给只有他一个人，剩下两个流火真的是这张图狗都不开。流火很强，你把流火忘了是吧，小马？那流火这种动力垃圾的一匹，我老街工地被永夜君主直接踩死。永夜很快的呀，这组，起码是个数据型。永夜是最高速强，动力。哎呀，靠！流火什么流火？他为什么流火出去了？动力还是？哎，你不要拦我！我输
服了，我真的服了。打，来，打。哎，我抓住机会！我干嘛呀？我终于知道了，来了你选这个图好样的，你不如直接。没事，让他渡劫了，然后就选出来。我要渡劫了，兄弟们，我好感动啊！好快啊，实现！哎呀，哇，霍金，干得好！哎呀，骂我！你那个 A 扔不来，你还敢好意思骂我？不是我啊！兄弟们，到手的机会我不会再放，我不是，我不会再放出去了，兄弟们。给你们见识一下老街工地一分二十七的一个，不，不好意思，说错了。想换冰魄行不行？不行。太垃圾了，受不了了！兄弟们，知道为什么我不推荐你们买奥利给了吗？我记得我上一次出了一期啊，不是出了一期，我直播在最后跟你们说，五辆机甲到底该怎么选？我唯一不推荐你们的就是奥利给，知道吧？知道为什么我不推荐了吧，兄弟们？啊，这一把的，这今天晚上的节目应该让你们足够的已经看清楚了奥利给到底什么实力啊，兄弟们！红摇了吗？好的好的，我申请你后机甲，我同摇，我要抢威，好爽啊！开一晚上机甲，我今天晚上我渡劫了，只要你让我渡了这个劫，我就能再渡一劫，我就开雷弱去了，我告诉你，我就开雷弱去了啊！好，广寒仙境是吧？可以，非常好，广寒仙境我喜欢，这张皮真的非常棒 ，very very good 啊！我直接开威幽蓝抢威了，真的非常棒，我的起步啊！你们没有一个人能出来，首先你得把我这一关给过了，你说不定可以拿。等一下，我找不到图了，这图去哪了？你们说不定可以拿第一，但是啊，你们一定会被我在前面阻挠一下，不可能给你舒舒服服的拿下这把的第一了。无论是机甲还是 A 车啊，首先你得过了我这一关才行。行，然后你就占地吧。再说，打完再说。我这个人不喜欢打完再说，因为我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在开局的时候就预料到这一把的结局。就比如说刚刚的老街工地，其实我早就已经胸有成竹了，兄弟们啊，刚开始了。你猜一下你这把跑第几？这把我不管我是不是第一，我第一的可能性不大，我这个车很弱，我自己心里有数，对吧？但是我这一把，你们进游戏了吗？进来啊，我进来呀、啊！我转圈圈，我在转圈圈。那你退吧，你退吧，我们也退，你赶紧重启一下，不要浪费时间，好吧？不是，我不知道啊。对对对，你重上吧。你重上，重上，赶紧重上去。啊，兄弟们啊，我觉得我这把拿不到第一啊，这把我确实应该拿不到第一，因为我这个车如果能拿到第一，剩下几个人直接原地退役吧，直接别做直播了，根本都做不了了，真的打不过我这个车，他们真别播了，兄弟们。但是我虽然拿不到第一，但是我也不会让我不想让拿第一的人去拿第一，为什么？因为我这把有一个最大的优势，就是我这个车是一个起步车啊。我这个车是一个起步车，兄弟们啊，咱们监控等一下再查，因为我现在它重启很快的，马上就上来了，好吧？你看它马上就上来了，没有时间去查监控的啊。先给你们说一下这一把，我既然有一个绝对优势的一个起步卡位，我就会让不应该拿第一的人他拿不到啊。我这一把我就直接自断一条手臂，我不用管那么多了，兄弟们啊。现在场上还有两个人跟我同车的，我最不希望他们两个人拿第一啊。那我自然是不会拿的。谁跟你同车？啊，不是跟我同车，是比我低一级，对吧？我操！哈哈，那小红放 E C U， 你后面怎么办？哎呀，牛火啊！不是我。又连带我一下，我靠！小红稳住啊！
你在干嘛呀？好难开呀、啊！我真的是服了阿正了，开个礼，开个硫磺，粘了我，那个墙粘了我2.5秒至少。动都动不了，这个车123，我操，兄弟们！我操，给他拿到选择权了，哇！不用打了，绝对第一。这老马第一啊！这个勋章车怎么什么强度，兄弟们？这个什么什么东西啊？啊！申请中赛，我延迟。他不接了。确实，申请中赛我也延迟了。哎，我延妈搞事啊！妈，我一渡劫你们就申请中赛是吧？延迟了。行，你们几个人？几个人同意重赛投票好吧，我不同意好吧，我完了呀，老马跟霍金开一样的车了，关我什么事啊，这杨飞得卡我车，我卡我车，我拿这个阿森，我真的服了，这个车真的快，真的快，小角度进阶那里他呢，吵死了，避两分，避两秒钟啊，你我是把提米法兰基选的，好，提米法兰基选的，他还装身了，他还装身了，我管他什么身，他留我这个车坏吗？双身，好，双身是吧？来，双战神啊，兄弟们，双战神，兄弟们，来，这一把还有一个人拿的是奥利给啊，还有一个人拿的是流火哦，两个人拿的是流火，然后还有两个人拿的是永夜君主和逐星者啊。而我们一个双身战神直线速度非常快，但是我们的流氓属性比其他的车要稍微低一点，等于说我们车其实不流氓啊，双男，这里面所有的车除了我一个不是流氓车，其他都各种程度上都是流氓车啊，还有永夜君主，兄弟们一打五了，懂了没有？我靠，他双身直接出去了，我的王子，完了，他们开始针对我了，怎么办，兄弟们？刚刚一直不选，但是不想这是不对啊，这对你的丑爱，知道吧，小马？啊，我受不了了！啊，我靠！一边别打，我们两个都一样的车了，朱哥。我们和平发展了。没了。哇，我的卡器没断掉。完蛋了，谁能超我啊，这个图没事，兄弟们，这一把我们不要了啊，我不要这一把了，我不要了，这把我不要了，还有一他阿森啊。
小红是卧底呀、啊！小红开竟然拽空杆、啊。卡小马，卡小马。卧底。完了，他出去了。他穿速度比我还快，我操！你不是奥利娜吗？撞他！奥利娜，我你攻击的，别吵别吵，都不。完了呀！我靠，完了！哇塞，可以你走开！我让你走开的时候，你怎么不走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几个复位了？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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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峰找你了，冰峰！你要是再多拉我，我去砍咬我，你上当了！哟，鸡哥鸡哥，你能追我吗，鸡哥？啊！呦，鸡哥很快！哎呦，完了！飞车手 UCK， 哎，鸡哥，哎，卡死，结束了，哎，结束，全体人员全部都给我站起来，迎接我的到来，把我们是冠军搭在公屏上。小红背锅啊，我又背锅了。你为什么不撞他？我问你。双生战神极速空港啊，打爆其他五个人，兄弟们。难不代表不可能啊！虽然这一把没有人会觉得我会拿下第一，但是啊，有一句话我说了很多遍了，难不代表不可能，你们做不到的不代表我做不到。兄弟们，结束！今天晚上啊，完美大结局！今天晚上完美大结局，连续三天了，我拿了三天的1888啊，把前两天我自己拿的1888又掏回到了我自己口袋里面。结束了是吧？结束了，来，来吧。